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朋友都是非常的热情，之外呢也很喜欢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哈。好，接下来我带来这首歌呢，在我们早期原住民部落里面呢，这首也是蛮受欢迎的一首歌曲，歌名叫做《九中情》，马拉桑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，非常的好。
找兄弟部落呢，在工作之余结束之后呢，一定要在大家团聚在一起哈，大家以酒会友，有好的美食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，互相交流彼此的感情。早期我们的部落的就是这样的，今天你帮忙，我明天就轮到他帮忙了，没一个人会偷懒。好的，夏哥，你看非常适合在这个时间，夕阳最美，这个时候还是要最美的时候。哇，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喜欢拍照的哈，不过呢，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表演，包括我们来自我们东海岸的，还是我们台湾族的歌友，要分享我们现场的朋友。这个时候的确是真的是，是很美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我们东海的悲南族的一首歌曲，有一点小淡淡的小歌，那是喽。这首歌在几年前在金曲奖里面是肯定的一首歌曲啊。那我们玉碧老师呢，其实是跟纪晓君是同辈的啊，他都不他都抛头露面啊，都在埋伏，都在他的牡丹水库来埋伏。其实他是才是优等的有颜值美的歌手，好不好？给他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啊，杀喽！
天的歌曲，所以我要请我们的好朋友，有一天你突然对这首歌想再次听听看，你要到哪里找这位女歌手呢？很简单，就在牡丹乡啊，那边不是一个很有名国家建设牡丹水库吗？他的家就在牡丹水库的旁边啊，他每天就唱这首歌，可能有一天早上肯定就会听到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去那边听听他的歌声，再次给他热烈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带来这一首歌，要向我们朋友问候的一首歌《马卡帕海》。马卡帕海是来自我们东海岸的一首歌曲。好，那在还没有唱这首歌之前呢，哎，你要向你旁边的好朋友握个手一下，有你真好，好不好？不然这首歌唱不下去的啊！哎，来，大哥，跟你的这是一位你的太太，不要这样了，我看你是准夫人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！好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问候一下，有你真好，马卡巴海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日落真是很美啊！好，在美的当中，我们还是把好听的歌曲献给我们的好朋友马卡巴海。不会吧？跟着我唱，跟着我唱，马卡巴海。
心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姐送我们一份爱心，我们接受，谢谢你。这个好的，人间真是多温暖哈，在这美丽的人世间当中，真的是值得珍惜哈。不管你是从哪里来，能够在这里我们的灯区在这里见面，这何等的美啊！好，接着下来带来这首歌曲，来自我们东海岸传统的百年的歌谣《马兰情歌》。这首歌呢，我想我们朋友都耳熟能详的是卢老师、卢靖子老师所带来的一首好歌曲，到如今呢，我们都没有用这么好听的歌曲了。好，马蹄金的彩呀，古瓦瓦鲁达古迪尔那库里那，
来自东海百年的传统的歌谣。谢谢热情的朋友。好的，欢乐的时光好像有点接近尾声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不过呢，为了要回应我们热情的好朋友，我们继续再带来两首歌，结束我们马赛乐团的节目的演出。马上喽。好的，我继续带来这首来自我们南台湾的我们的部落的歌曲啊。在林班里面常常说到可以振奋人心，尤其在工作疲惫的时候呢，边工作边唱这首歌，整个工作效率都提高了啊，而且大家可以分工合作。你看这样的奇妙的歌曲，献给我们现场的朋友。是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，连牧师都会唱的一首歌，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一首歌。
高跟山的处，好一片绿波。
幸福的家庭。算是给自己鼓励，对，好，起啦，起啦，起啦！谢谢，谢谢。什么声音？是我们跳舞的愉快。谢谢，谢谢，马斯卡鲁，下次再来。